大家好，我是萧一芬，好房话题现场带您走向户外，走进你我的社区哦。让我带着特派员们帮你们看见社区和商圈内的点点滴滴，一起走吧 ，Let's go。我们除了是本土自酿，我们基本上都没有任何就是从其他地方进口，我们只有原物料是会从国外进口。那酵母是自己有实验室培养，对，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酒厂是在汐止，对，然后它也供应了我们其他分店，全省大概有9家这样子的一个供应量。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内湖店提供24支生啤酒头，然后可以满足就是说所有的不同的类型，然后还有不同的风格。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也提供了不同多元化的美食，可以搭配酒款这边的部分，像我们有台式炸物，然后也有一些像是热炒类，像是炒咸猪肉，然后我们也会一直不断的开发一些就是客人反应比较热烈的一些餐点这样子。像我们最近有蛮多酒款是比较清爽型的，那通常清爽易饮的品酒是大家普遍比如说他们都会比较喜欢喝像台啤风味的，那我们就会推荐像是我们会有像酸酸柠檬，然后或者是像荆棘的大吉大利，然后或者是最近有女生特别喜爱的百香果口味的白冰冰，然后这些都是可以让女生尝试到不同风味的水果类型的啤酒。那再来就是说像一般我们的蜂蜜啤酒的话也是我们卖得非常好，因为通常他们都会拿来跟其他家的蜂蜜啤酒来做比较，那喝过我们的蜂蜜啤酒之后，他们都会觉得就是说我们在风味上会比他们更有层次一些。像我们酒精浓度高的还蛮多的，然后主要就是像是 IPA 的酒精浓度大概都介于6%到9%之间。那我们其实在国外也获得蛮多 IPA 也获得蛮多奖项的，像是我们的74，它是我们的 IPA 的入门酒款，然后再就是说像是 Double IPA， 或者是像是我们的黑柑橘，它也是比较特别的，是属于黑啤的 IPA， 然后这几种风味都是酒精浓度比较高，然后蛮多喜欢喝 IPA 的客人他们都会来这边，就是专门就是只喝这几款。那现在我们有一款叫做山雾，是我们的热销款。那这一杯酒的特色就是它除了果香味很丰富以外，它主要就是酒精浓度虽然偏高7.2%，但是它喝起来却是很清爽，会让人家就是会想要一喝再喝这样。啤酒拼盘的话，是因为我们为了要提倡，就是说希望客人可以有机会多元化的多尝试我们24种精酿啤酒，所以我们就提供了有像125ml 这样子的杯型，然后一次就是6杯，然后而且它的价格上其实 CP 值算蛮高的，就是一盘600块。然后在口味的区分上，像这一盘的话，它酸甜苦辣都有，对。像是我们比如说以酸的话，这一杯就是我们的酸酸柠檬，对，那喝起来就是带有像是有酒精感的柠檬汁。然后这一杯的话是我们最畅销的蜂蜜，对，蜂蜜啤酒，喝起来就是酒精浓度也是大概介于4.5%左右，然后喝起来蜂蜜的香气很足够。然后再就是说我们的黑啤，那我们的黑啤的话，我们的X 教授，它其实是也是我们的得奖酒款。那基本上它这一杯啤酒的话，酒精浓度有到8.多%。那喝起来的话，如果有喜欢 whisky 的朋友们，他们来这边的话，其实都会蛮愿意尝试这样子的一个酒款，因为就是可以慢慢去品尝这样。那像是我们这边就是我刚刚有介绍到的 Double IPA， 那通常客人都还蛮喜欢喝 IPA 的。喝到这一款的话，它的特色就是，虽然它酒精浓度蛮高，苦味也蛮重，可是因为它是二次发酵的关系，所以它喝起来其实既甜又苦，常常让人会一喝觉得还蛮惊艳的。
其实当初在设计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时候，主要还是以女性的角度来设计，因为其实我们全省蛮多家分店的，那每一家分店的感觉就是不外乎是工业风，比较酒吧风。那我这边的设计主要就是会希望，就是因为它坐落是在一个比较高级住宅区的地方，我们会希望它呈现出来是一个比较有质感。那基本上我们的营业时间是从下午的4点开始做营业，对，然后平日的话是到晚上1点结束。那礼拜五跟礼拜六是我们的假日，是我们的旺日，所以我们会营业到凌晨2点。对，那再来就是说这个环境的部分的话，其实虽然它是一个酒吧，可是因为它坐落在这个区域，所以其实还蛮多家庭会带小朋友过来。那小朋友其实我们这边虽然是酒吧，可是我们这边有提供一些软性饮料，然后还有小孩子蛮喜欢吃的餐点，对，像是美式炸物啊，然后也有面食等等之类的，然后晚上就是也会有一些下酒菜。然后我们这边是比较属于 second round 会过来这边去开始品饮啊这些等等之类的，所以通常我们比较热门的时段其实会是在8点以后，晚上8点以后。因为主要我们的啤酒有24种，所以基本上这24种的啤酒管线一定都要由从酒库里面的酒桶去取出来。那我们的酒库其实是在我们的后面一个蛮大的酒库。那这3支管线呢，通常它就是一个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管里面有8支酒管，细酒管，对，所以8、3、24，它其实总共就24支。然后顺便就是借由这样子一个造型，营造出一个比较大气、特殊的感觉。我们的母公司就是 PapaGo， 那它基本上主要就是做电子科技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董事长简董事长他非常喜欢喝啤酒，那有一天他们就突然觉得说，哎，为什么不自己开一个酒厂？对于是他们本来只是兴起一个念头，那就有3位就是创始人啊，他们就去国外去看了一下，比如说像欧洲啊，他们对于啤酒这一块是怎么样子去酿造啊经营，本来只是觉得就是蛮有趣的，那回来他们就真的很认真去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于是就创造出了第一家我们的掌门永康店，是我们的第一家。所以因为它永康街坐落在最人潮很热闹观光区最热闹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说，哎，生意其实真的是不错，而且大家其实非常喜欢我们的啤酒。那也因为这样子，然后就不断创新。那后来就是有了开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的念头，然后一直到现在，总共连海外就10几家。对，其实我们一杯啤酒真的也不算是太便宜，也不就是跟台啤比起来的话，其实是价格上是落差蛮大的。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来这边喝精酿啤酒的客人，他其实在喝我们精酿啤酒的时候，他可以去感受到这一个这里的服务，不管是一个感觉、服务、热忱，甚至是他喝了一口，他可以喝得出来，就是说，哇，这杯啤酒真的是很用心的在酿造。对，所以我们其实期待就是说，可以给一个客人他来这边是一个很特别的享受。像我们也有最近有推出寄杯券20送，买20送5的活动。对，然后他就是券可以用到年底。非常优惠，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满3000就会赠送你1杯5杯券，一张5杯券，所以其实5杯券加起来也是价值1000多块，就是欢迎大家夏季要到了，可以就是多多来喝啤酒消暑。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也有像我们会有一个长期无限期的疯狂挑战赛，它就是喝这样子6小杯，我们有12杯，或者是挑战24杯。那主要就是说价格的部分，它就是会给予一个比较大的优惠。对，然后再来，如果说您喝不够的话，我们还会有提供像是外带瓶，2公升的外带瓶，然后你可以自己选你喜欢的酒款，然后把它带回家去喝这样子。
嗨，你好，我是永庆房屋行善直营店店长江富源，我服务的区块是五期从化区，很高兴能为你服务。如果以我们内湖区来讲的话，是台北十二个行政区域里面唯一有天然湖泊的行政区域。像内湖的部分有大湖跟碧湖的部分，它整个环境是非常舒服的。那整个内湖来讲也是行政区域里面绿富比最高的，所以其实名副其实，我们内湖就是好山好水，真的是一个好的地方啦。那整个我们内湖再来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五期从化区，我们五期从化区啊是临近台北市的这一块从化区，你可以看到这整个区块是非常方正的，而且巷道是非常整齐的，棋盘式的规划。那我们这边的大楼屋龄全部都在十二年以下，所以入主从化区里面不会像一些的大楼可能中间会夹带一些公寓华夏，我们这种状况是不会发生的所以你可以很舒服的悠闲的走在我们这个环境上面。在我们从化区，像五期从化区来讲，它是由我们公园绿地明美公园12000坪做一个分割在我们的右手边这边的部分是纯住宅区，那左手边这边的部分是工商混合区两个区块不一样。那当然它除了我们的地目不一样使用分区不一样以外，再来的部分就是它的坪数也会有差距。在我们住宅区的坪数来讲，都是70坪起跳为主占五期从化区的住宅区占67%左右。那如果说是中小坪数，大概45坪到65坪，占五期从化区只占26%左右。那再来剩下的就是小坪数的部分，两房的空间所以入主从化区很明显的你可以很简单的去分辨说我想要找什么样的坪数，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我帮你去把它切割出来，那你也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去找到合适你的物件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五期从化区，在我们左手边在这个区块的部分还有一个四期从化区。那四期从化区它是比五期再早一些，它是属于低密度开发的一个住宅区，它有限高15.76米。那整个区块来讲的话，它的楼高大多都是3.5楼的透天别墅，然后还有就是5楼的电梯华夏。那它中间也是有夹带着一条带状的公园绿地叫上下湾公园，其实也是非常漂亮跟我们五期从化区其实非常类似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公园绿地非常大，而且它在平常或者说在假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亲子活动休闲运动或者说在我们公园绿地在这边周边的话有一个800公尺的一个慢跑步道不管你是要慢跑或者骑脚踏车都非常非常的舒服当然我们这边在整个区块来讲非常重隐私的一个区块也比较多像一些艺人朋友或者说上市柜的老板或一些政治人物会选择在这个区块因为他们会对这里会非常放心，而且在比较繁忙的上班时间以外下班了就可以在这个环境非常非常悠闲舒服的在这边休息。以我们四五期从化区的连结我们的交通其实非常便利，因为我们周边有3高3快1机场。那三高有哪三高？中山高、北二高、北一高。那三块呢？堤顶、环东、麦帅桥。那机场的部分就是我们松山机场。那这是我们周边的一个交通动线的部分。那如果说生活机能的部分，我们周边有6大卖场，包含了 Costco、大润发、家乐福、特力屋，然后最新的会还有一个 IKEA， 然后还有李克。在我们这整个区块来讲是非常非常方便，所以如果你是属于可能国外回来的朋友，或者说国外回来的客户，他们都很喜欢这个环境，主要是很像美国一样，很像国外一样，这种美式生活圈那像我们在前年的部分我们的潭美国小由新民路那边直接迁校到我们的在右手方旧中路跟行善路口这边新的校区新的师资。那这个潭美国小它也是12行政区在每个区域里面唯一的一个双语学校，所以我们现在目前都是满额的状态那如果想要入学这个潭美国小必须要在涉及就是要比涉及久的啦当然如果你涉及可能从一出来就涉及，当然在6年7年这时候您可能它排的顺位会比较前面。
以我们四五期的一个房价的一个产数来讲的话，像我们五期它的指标建案就是元大之星，那元大之星来讲的话，它的价格最新的成交价会是在93万到100万这个区间，对。那如果说像我们周边的远雄系列，近期的成交价会是在75到85这个区间价。那以其他比较小型的一个基地或是建商，它的成交均价会在75万左右。那如果说以四期从化区来讲的话，它是以别墅区为主哦的一个区块。那别墅区近期的成交价会是在60到65万，哦，那有天有地，整栋都是你的使用空间，还蛮漂亮的。那若以大楼的话，近期成交价会是在70、75万这个区间。像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其实由公园做分割啦，右手边这边是周美里，哦，周美里的话就是我们的邱丽玲里长。那左手边是石潭里，是那个廖伟国里长。因为以我们这边邻里来讲的话，其实里长对这整个里民都非常照顾，那会办得非常非常活动。那过程中包含了可能需要一些物资、帐篷哦，或者说人力的资源。那其实我们永庆也是不遗余力哦，会想办法哦，尽量去配合我们里长的部分哦。最主要也是要打造我们这整个区域哦，里民这边的一个共好。哦，让我们这个环境可以更好，哦，主要是让我们在五期从化区这个区块，哦，里民跟环境，还有这边的一个价值可以凸显更出来。像我们永庆房屋所提供的部分，包含了像他们担心如果说突然下雨的部分，我们就会提供至少1000个雨衣，轻便雨衣，哦，那包含了桶水，哦，或者说瓶水，哦，那再还就是包含了像湿纸巾、纸巾、雨伞的部分的提供。那我们自己也有设立一个摊位哦，那摊位上面就是会有一些小活动跟大家做互动哦，也当然会有一些小礼品送给我们这些里民的部分哦。除了我刚才所提到的三高三快一机场之外哦，那在我们五期从化区行善路跟旧中路口这边哦，未来也会有一个捷运站的交汇口哦，是我们的一个东环段跟我们系东线的部分会去做交汇。那现在目前都还在评估中。哦，预计在2023年，如果评估环评有过的话，那它这边就会动工，预计在10年的一个工程。如果以买我们这个区块来讲的话，跟周边的一个环境来比较的话，我们这里的环境是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哦，包含了公园绿地、巷道整齐，那屋龄也比较新。再来的部分就是我们五期从化区这个地点的部分，你要进入市区市中心是非常快的。哦，直接经过市民大道或者南京东路就可以，大概在10分钟左右一定会到市区了。哦，一定都会到市区。那如果说你要进入五期来讲的话，比较建议哦，像我们这边会有一些中大坪数的产品哦，包含您可能是要换房哦，或者说首购哦，其实都还蛮合适的，蛮合适的。那主要是我们周边还有一些发展哦，就是在预计在年底的部分啊。像我们在后面的部分会有那个台塑集团哦，台塑集团预计是年底要进驻哦，大约会有5000名的员工会进入到五期从化区哦。当然到时候这个区块一定会很多人会希望说进入这五期，当然就会供不应求了哦。那再来的部分，在去年哦，去年大概年中的时候，在我们左后方那边有一个万海航运哦，也这边斥资了37亿，在这边买了企业总部。哦，到时候也都是员工会进入在这整个区块来讲，哦，那五期从化区它非常非常，慢慢不大啦，应该是说它不大，它总共只有4公顷的纯住宅区而已，哦，啊，如果未来可以盖，大约会在2500到3000户左右，所以如果你要进入五期，一定要趁现在，哦，趁现在，哦，如果未来这些厂商、这些企业总部进驻，人口全部进来，哦，您想要进入这里，当然房价就会跟你所想象的再不一样。目前以我们这边来讲，如果银行的话，在台塑集团下面，现在目前已经有元大银行的进驻了，哦，元大银行进驻。那当然在台塑集团下那一条新民路上面，其实现在目前也是首要都更区啊，哦，所以有一些建商已经陆续进驻，开始在做都更的动作了。哦，包含新民路有2大块的一个基地的部分，现在已经在动工施工，未来也都是企业总部入驻，进驻的部分。
们家的特色其实要从我们其实有一伙朋友，那我们其实为什么会开咖啡厅，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很常会在外面可能开会啊，然后大家会聚在一起讨论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何必去在外面找这些店，那不如我们大家一起来开这间店。那这间店所以当初成立，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觉得舒服，那我们要有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会议室，然后而且每个地方都一定要有个插座，让我们可以可能在外面办公，什么地方都有，所以看可能像周边啊，它每个地方我们都一定会有附一个这样的一个插座。那我们就慢慢就是说我们大家讨论，我们有兴趣一起来开这间店。那这间店的可能为什么叫做半日，是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每一个股东啦，大家都是科技业的，那我们很多有时候在可能有一些写程式啊或什么，都从可能是一天已经过了一半才开始的，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不如我们就是取这个名字好了，所以我们就很随性的，而且就以我们在可能一起合作生活的一些经验，就取名叫半日咖啡。那关于这一间店的里面的一些摆设啊设计啊，其实都充满了我们每一位股东的一些兴趣喜好，像你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书墙都是我们股东，就是有我们会去订一些杂志或我们喜欢看的书，当我们看完我们觉得不错，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上面提供给我们的客人可以去拿下来看。那上面有一些公仔或者一些东西啊，这都是我们股东的一些兴趣，我们都会把它放在这边，然后把我们自己的喜好都投入在这间店里面。那像是有看到这些车子啊，都是因为我们股东，我们就有几个都喜欢玩车的，那我们都有一起出去骑重机，所以之前这边其实是停一台重机的，但是后来因为要骑，所以还是把它骑走了，所以我们就换我们的就放了 go car。 这间店就是充满了我们这些科技人的这些兴趣，所以不管里面的元素啊还有它的模式啊，都是属于比较随性，而且要让我们觉得舒服。然后像是我们店内的一些餐饮部分啊，就是比较跟其他店不一样，可能咖啡厅大部分搭配一些什么像蛋糕啊或者比较精致的下午茶，但是在我们店的话是比较属于像比较 local 的，就是我们想要吃一些像阳春面类的，那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喜欢吃像路边摊这一类的东西，那我们怎么去包装看起来是更好吃更精致，所以我们有例如我们有研发出的像是国式无双面，是这样外面比较吃不到的，那我们就觉得说这样东西是我们平常在家就喜欢吃的，所以我们把咖啡跟比较在地本土的就是台湾文化这些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在这间咖啡厅就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要舒服，我们要自在，又不会被一些咖啡厅进去就是比较华丽，就是这么拘谨，所以这间咖啡厅成立的理念就是真的很简单，就让这个社区有一个不一样的店家，然后不一样的特色，所以我们就是成立了这间咖啡厅。那其实当初我们在找地点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没有特别的选择是说要去开咖啡厅，其实是我一个好朋友，那他邀请我们，那我们就想说好，那邀请我们来去做一个跨界的合作，因为他们也是一间科技公司，然后我们是一群想要开咖啡厅的人，那如何让这一间店，应该说这两间公司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可以去一起去经营，但是我们又不能就觉得让外面觉得说，怎么好像这里是办公的区域，然后变得就是可能比较区分不是这么的明显，所以我们当时在找店面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是可能是，如果是同一个楼层，可能会需要一个比较明确的分割，对，那后来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它是上下，就是有地下室跟楼上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这样可以去做一个分配，那我们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说，上面我们店面就是作为一个咖啡厅的一个使用，那下面的话可能是他们是有一些可能机器设备啊的一些放置之类的，那还有可能他们有一些人员在这边会做一些设备处理啊之类的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店面来说我们看起来是咖啡厅，但其实是有两间公司一起去算是一个共享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这里会让因为这间公司它是属于餐饮系统类的，那所以说我们的店面呢里面的这些服务可以让他们来去做一个 demo 的一个场所，
那当然我们会去供餐给他们所有的员工去做他们的员工餐，所以就等于是一个互相合作、互相帮助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们这样长期这样下来，其实我们相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愉快的。对，等于说这些员工他不用去思考说我需要去吃什么，那我们就是在这边他可以有一些选择，他可以去直接坐在这边就可以很舒服的去吃午餐。因为我们可以选择在咖啡店吃午餐，总比在外面可能会要找东西吃啊，会又很热啊，其实在这边就是很舒服的。其实我们股东自己就喜欢吃，有几个就喜欢在外面找一些拉面店去吃，因为他们就喜欢吃拉面，有的喜欢吃牛肉面，然后有的又喜欢自己下厨煮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主要有三个招牌，一个是郭师傅双面，那一个是豚骨拉面，再来一块就是牛肉面。那这三个的价格其实也都是蛮亲民的，像都会落在大概像郭师傅双面落在四五十块而已。对，然后它就是像干面一样，但是它的味道跟特色都是很特别的，所以我是很推荐吃这款面的。那关于拉面跟牛肉面，大概都在100块多一点而已。所以其实在于就是我可能在外面，我在上班，我想吃东西，其实这样的价格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而且它可以用咖啡搭配拉面或是牛肉面，其实这样的风味其实是很特别的。对，所以我们自己其实选择用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也是觉得是说我们喜欢这样吃，所以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给这边的客户，然后给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尝试这样的一个不同的风味。我们其实比较高峰期来说啊，大部分都是会是在可能下班后。那因为这边的住户跟学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这里会有很多可能在这附近的邻居，他们会带他们的一家人，他的小孩子就直接来这边，然后来这边用晚餐。所以我们比较多的都是属于，所以有时候我会给我们自己的咖啡定位于社区型的在地经营的。所以像有我们很多的老客户，他们都是来，然后他们就很习惯说哦，我们就是吃一样的。所以久而久之其实跟这些客人啊都是有感情的，看久都会认识的。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我们经营到现在，我觉得是蛮新的一个收获，这是我没有想过的，就是哦，可以让这些邻居喜欢这个地方，让他们愿意花时间在这里，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开店到现在，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收获。那当然，在平日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像是业务，那还有一些就是自营工作者，他们都会来这一边，然后做他们就是。我以前常做的事情就是我可能都会带个电脑在外面回信或是 call 或干嘛，我会觉得哇，看到就是哎，我当初想要开店这个目的，有看到有更多人他们也是一样想要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在这边用餐，然后做他下午工作的事情。而且有很多人，很多就是看久哦，是大概到什么时间点就会出现的客人。对，像这边吧台区的话就有很多，就是依我看大概都是属于写程式的人，他们都会喜欢坐在吧台这一边，戴着他们的耳机，专注的在那边可能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这间店我当初想要开的理念，也有在有就是有这个画面发生在这边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是蛮开心的。其实我们有想过说，我们要怎么再去扩大经营之类的。那当然会想要投入一间新的咖啡厅，或是开分店，其实这个成本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我们目前的话是想说继续在地经营，让这个社区的人可以看见有这间店，让他们可以过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半日咖啡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有别的形态，就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想说我们要开不同类型的店家，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科技，我们都会想说哦，有开咖啡厅的，那我们要不要是不是再投入其他的一些服务，就像我们也有统一性的，像隔壁有我们的那个月半本铺。那月半本铺的话，它就是属于中午buffet的方式。那它我们在未来也会卖面包，就是给这些我们地区或者一些小朋友，他们可以来买这样子。那月半本铺它的经营方式就是属于，就是我可以用吃buffet的方式，在像是吃自助餐一样。那我们的餐点都是经过简单设计，比较不会像传统的自助餐。
然后环境用餐环境也是比较舒服的。那我们其实在开这间店有个理念，也是我们的伙伴因为常出国，所以他会做每次出国的时候都会去那个贵宾休息室。那贵宾休息室就有很多那种buffet嘛，他就想说那我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形式带到社区地区性，那可能花比较少钱可以享受到一样的服务，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月半本铺在隔壁。那当然未来我们也有想说我们要再成立别的类型的咖啡厅啊，或是说像是酒吧，这其实我们都有在讨论过。对，像是在可能在未来在花莲也会有我们的关西的一些分店这样子。那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店里就是最受欢迎的这一道菜，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豚骨拉面。那这个拉面呢，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大家都喜欢吃拉面，所以我们的面是采用细面，那它的那个嚼劲呢，也是我们是直接想说我们要让客户去选吗？客人去选吗？后来我们想算了，就是我们喜欢吃比较硬的，我们就直接做偏硬的，就是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喜好加注在我们的菜色上面。所以说这个面是属于我们喜欢比较硬的系列，然后这个汤呢是我们喝起来它的浓郁是刚刚好的。所以说我们挑了我们的喜欢的汤，还有我们喜欢面的面体跟嚼劲，然后再搭配我们的肉，跟我们喜欢就是吃面一定要有一颗蛋，虽然我们就觉得与其放一颗会不会太多，那我们就至少放个半颗，然后再用菜跟葱花去做点缀。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最受欢迎的豚骨拉面这样子。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半日的咖啡，那这也是最多人点的。那这个咖啡的咖啡豆是属于也是我们自己好朋友所自己烘焙的，所以这个咖啡豆都是从东南部，就是固定每个月都会提供给我们一批，就是我对帮我们配好的咖啡的咖啡豆，那它的酸度跟苦度都是对我们觉得是说刚刚好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半日自己所调配出来的味道这样子。对，所以那当然我们现在上面是会淋一些上面的一些糖浆，那我们这也可以去做客制，就是说你不需要糖浆，那我们可以给你就是只有奶泡的拿铁也是很好喝。像我个人就是比较不喜欢那么甜，所以我就会比较就是说上面这东西就不要淋，我喜欢就是直接喝就是最纯的拿铁这样子。对，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一个组合。我一直放了这一件物品在墙上，那就是从这个墙上最突兀的大概就是那个旁边那边有一台混音器。那其实这是我在求学期间啊，后来就是因为喜欢玩音乐，然后后来就是跟朋友就是我们开始接触就是混音，所以我们就自己买了这个设备，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设备。那我们就有一个梦，就是我们想要当 DJ 去玩音乐。然后后来当然我们有实践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们可能就是会帮朋友开一趴，陆陆续续开了也大概有二三十个。但是当然出社会之后位置不一样了，所以慢慢这件事情就放在一边了。所以其实我就把我的过去的这个梦想就把它陈列在墙上，还有另一位他的东西没有在上面，因为他其实就是之前放在旁边的一台重机，对，他就是直接把他的东西当成这边模型直接骑过来这样子。对，所以这边大概就是我们喜欢我们兴趣跟我们有关的全部都会在这边墙上。对，现行实价登录，门牌以32为区间，有间成交32万，是哪一间？不用猜，就是这间永进实价登录3.0，门牌完整揭露，看得到门牌才是真实价登录，房价真透明，永进实价登录3.0。是台北市内湖区福源街里长，我叫李明元。其实我们的里早期是一个基隆还没截止取完之前，是一个比较没落啊，然后是属于有半个接近农业社会的社区。那慢慢以后，这个截完取址以后，那就释出大量的土地，那我们就变成是全台台北市全内湖区，我们大概土地相当广的一个里。大概内科我们占了1/3，好，那最基本上我们分的商业区啦，
就是一些卖场啦、媒体的种种都慢慢进驻以后，那我们里内就形成住宅区跟工业区两个部分。那其实我们里内的很多的特色哈，就是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哦，全部人都涌到我们里内来，我们来购物啦，做什么东西，这个卖场啊，然后带来繁荣，也带来了交通的问题。哦，这是我们里内比较特殊的部分，跟其他地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啦，也带来了人多了。就带来了人气，人气就带来钱财，哦，那我们这边里内会有相当多的美食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九十巷部分，沿路看来都是商家，因为以前工业区还没开放的时候，都会吃饭的问题、中午的问题、晚餐的问题都相当严重，那就只能在我们这个这边可以，就是我们九十巷这边可以来吃饭。所以我们接近中午的时候人潮都蛮多的。其实我们福源里齁，湖地现在蛮宽广的。那最主要我们分个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公园改造的部分。那我们在瑞光街的部分齁，我们那边有一个就是别墅区的住宅区。那其实本来有一个公园占地湖地蛮大的。那以前就是当做什么？当做我们所讲的就是树木银行，啊，俗称树木银行。但是那是一个树木的坟墓场，就是说把全台北市不要的树木全部放在那边，然后随便放，随便就像乱葬岗一样葬，啊，那只是他是在做，把树石先种在那边，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挖走。哦，那整个，你看我，哦，这个形成一个强烈对比。我们一个别墅区很漂亮，一个别墅区，然后就搞成这样子。那在我开始当里长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把它规划，然后规划一个，现在就是一个景点，就等于是拍偶像剧的地方。我们形成一个像欧洲式的公园，真的很漂亮啊！然后让了所有的里民能够享受，不管是我们的里民，还是外的里民，还是小朋友，那都是礼拜六、礼拜天。啊，平常的时候居民就是那么散步运动的好地方，那这个一部分。然后我们还有个特色，我们有个公园完全都是草坪，几乎不重视，做什么就给老人福利享的这个垂球公园，像台北市应该很少，所以我们取向也都是这样做。那再来的话，我们其实我们的福源里早期的时候，我们这边是下大雨，半个小时以内就绝对淹水。前台北是我们淹水淹最快的，就在哪里？就在我们里办公室前面这边这个马路上面。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这样子是不对的，会造成很多居民的损失。哦，因为三大雨下个两个小时就淹水了，那还得了？那我们就积极的建设，在我们这个民权东路136巷下面。打一个涵洞，两米的涵洞，然后一个排水口直接就排到大排里面，那这样就把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盐水问题全部解决了。那再来的话，我们创造了全台北市几乎是最好的福利。好，在我任内，我们创造了很多的福利，比如说我们里面有奖学金，然后大学、高中、国小都有，甚至于硕士班都有。然后再来，我们规划了每户可以领取一次的电费补助，大概接近5000块，每户。那我们所有的节庆活动，从年初到年尾，所有的活动都有礼品。然后我们所有的水塔，全部由我们里办公处。帮忙，清洗，免费，楼梯每2到3年油漆一次，然后所有公共楼梯的灯全部我们里办自装。我想这样子应该是我们全台北市没有像我们做好里的福利吧。好，再来我们自然的部分，
其实我们从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的守望相助队是一天巡四班，不像人家只是巡一班。然后我们都要很落实的做这个动作，然后我们会有机车、车巡、步巡，还有机车巡。那所以说，我们每次评比几乎是全台北市中都是第一名。哦，那种种，还有这些，然后我们这些社区的美化的部分，我们早期还规划成绿美化的部分，把防火巷整理好，把这些全部的花草整理好。我们这边里面重要的一个，除了是有一个污水厂，哦，其实我们那个污水厂，它把我们的台北市的环境或内湖区的环境，真的占了很大的帮忙。因为设在我们工业区里面，第一个没有损耗到所有居民的这个健康，或是空气污染的问题，那完全才地下化。那所有的污水周遭，我们内湖区啦，这些种种这些区域，所有的污水都排放到污水厂来处理接管。我们湖源里大概接管率90%几了，都已经几乎完成了。那这个污水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我们雨水跟污水完全分开，所有我们现在水沟里面是干净的，是没有水的。如果有水，就是居民违法偷排水，因为我们只下雨的时候才会使用到这个雨水沟，就是我们现在的排水沟叫雨水沟，雨水只是雨水而已，平常没有水。因为水在哪里呢？以前的化粪池、厨房其他种种的废水全部到工业，全部到污水厂去处理完，处理完以后它混了一二三级的这个层次，一级就是可以饮用水的，二级它就可以会洗车浇花。那这个部分它完全提供我们里内居民，如果你需要洗车需要浇花的水，去那边提供都免费。第三，其实第三也是相当重要，它把污水洁净完了以后，那就流放到基隆河，那整个那我们那个生态，鱼的生态啦，或者水流生态，真的是差很多。以后水就干净了，鱼就可以在那边活上去了，不像以前那个鱼真的是活不了啊。然后它产生的剩下来的产后价值，可以做一些花砖啦，做什么等等，都是增加我们政府的收入的。其实我们里内哦，现在比较需求化的话，就是我们的停车的部分，停车场的部分。那政府一直都是以一个停车率来考虑，就是说它使用的停车率，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今天能停几台车，能停多久的时间去换算，才准你不准你设这个停车场。但是它有一个评估错误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社区离的工业区有一段距离，哦，我们所有大的停车的部分都在哪里？都在工业区里面，住宅区真的是一位难求了，哦，啊，这个部分真的是我们希望，就是我们政府能够协助我们做，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公园的部分，还是有学校的部分，那能够做什么呢？做地下停车场，那让大家都共同创造三赢嘛，学校赢了，然后政府赢了，我们也赢了，他有钱收，我们有地方停车场，这不是很好吗？那这个是我们一直希望在推动的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湖源里就是卖场多，然后媒体多嘛，卖场的部分比较麻烦，因为都是一些大卖场，比如说好事多啦、大润花啦、IKEA 现在来我们里面啦、花市来是啊，种种的部分当然带来了繁荣，但是也带来了不便，就是说我们的交通问题相当拥塞。那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的部分，那我们很希望就是政府的部分能够协助我们把这个交通的那个制度，或是说交通的动线，能把它规划好。那有机会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把车辆使用率容量能够增加？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既然不塞车了，然后又有赚到繁荣，
那这是我们相当想要做的部分。当然了，其实哈，我们这个一直因为我们办的活动哈，其实我们都是相当大场的活动，比如我们中秋节，大概印象想不到我们是封街，然后来的大概是四五千个人，哦，我们里面才六千多个人，大大小小六千个人来会来四五千个人，那个真的是多壮观。那最主要，我们以前。其实我们一些企业来，尤其是我们在地有一个永庆房屋，哇，那真的是一个好企业、好邻居。他为什么讲到这样子呢？因为有一群年轻人，他到礼拜，其实到礼拜公司来要请来跟我们希望我们来协助东西，其实很多企业都会这样做啦，哦，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平台。但是永庆房屋这些年轻人真的不一样，他来真的是热心。然后这个用心，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志工都是年纪比较大，有的是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其实在搬运这些帐篷啦、种种的事情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很累啊。那海照永庆房屋就来提议说，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帮忙啦？人力的部分啦，或什么东西种种，那帮我们解决的帐篷。种种的问题，还有人力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人力不够的时候，我们打电话给永庆房屋那个年轻人，你这中秋节你有没有时间来帮忙我们一下？他马上义不容辞就来了，所以真的是我们相当感谢一个机构了。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事情，其实让我们觉得说印象很深刻的部分，不管是大小事情，其实真的相当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跑在楼上。五楼的楼顶追小偷，哦，那真的下来，现在想一想，掉下来就死掉了，啊，真的是，现在讲好像很简单，但是真的实在是，那真的是很紧张的事情。那再来有个比较有趣的，我们的大家都想不到哈，里长会很多事情你想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人家里死掉老鼠，一般来讲说啊，就自己处理或什么东西吧，他就打电话来。里长，我家死了老鼠，麻烦你来帮我处理。你叫什么？他带着夹子，带着消毒水，然后他带着这个袋子去把它抓起来。就要去把它抓完了以后，第一通打的电话是这个东西。我说好，那你等我五分钟，我东西拿了，我准备过去，我帮你弄一弄。接下来在两分钟后打个电话，里长你要记得带消毒水把我消毒干净了。哦，你看觉得多好笑。所以说，这里长的这个基层的心声哦，有很多是大家想不到的，哎。您去过内湖吗？一听到内湖两字，您脑中浮现的第一印象会是什么呢？其实内湖区的地名是有特殊地理环境，因地理环境有许多山丘形成多处盆地的条件，所以内湖才有内部盆地的意思。有着这般的湖光山色，好山好水，因此内湖被外界称为台北市的后花园。先天的高绿地覆盖率是内湖居民专属独特的绿色宝藏。位于台北盆地东侧的内湖区，目前人口数量约28.3万人，仅次于大安区。内湖区的地理位置，北接士林区，东临新北市汐止区，西边为松山区与中山区，南接南港区。内湖有不同多样的特点，像是多住商分离的郊区住宅，20几处可采草莓的观光休闲农园，产值惊人的内湖科技园区，以及三军总医院的医护网路。在生活机能表现上，居民采买生活用品可以到好事多或是 IKEA 等大型卖场。北接文湖线这条交通大动脉贯穿内湖，开车族有交流道可上中山高，还有提顶大道到信义计划区，过个桥就可以抵达松山机场。区域内有知名的大湖公园和碧山岩等景点，后花园的休闲生活成功吸引许多艺人与媒体人选择入住内湖。综合以上优点，当地的房价表现持续发酵中。现在就跟着特派员的脚步，带您认识不一样的内湖风貌。
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了热门店家和特色邻里，还有在地专家的最前线观察，为您分析房地产的趋势和未来的展望。您是不是觉得收获满满呢？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别忘了按赞、订阅，并且大力分享哦！订阅好房网 YouTube 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我是萧一芬，好房话题现场每周三晚上9:30和您准时见面哦。按下爱心，存下你喜欢的物件，降价马上通知你。找到你想要的房子，都在聪明买好房。订阅好房网 YouTube 频道，就能收到最新通知。